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李静元。首先，请大家观看一段视频。안녕하세요. 저는 중국에 왔습니다. Привет, Китай. Мы приехали. Намасте, China. Мэ арахан хун. Оля, China. Приехал. Свадьи ка, патет Чин. Чан ма лэо. Hello, China. I am here. Ой, China. Я шагей. Дэ уо, дэ China. Абьялан. Мархаба, Джумурия Цин Шабия. Лакад васал. Ни хао, Чунгго, ва лайла. Ни хао, Чунгго, ва лайла. Ни хао, Чунгго, ва лайла. 你好，中国，我来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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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9级新生童宇飞，希望在未来4年的大学时光里，可以收获更精彩的青春，遇见更美好的自己。欢迎来到中国，欢迎来到中国。欢迎来到中国，欢迎来到中国。I love China。欢迎来到中国，欢迎大家来到中国。大家是不是对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充满好奇？希望屏幕前的同学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国学习汉语。那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留学生活。这是我们的学校，河北师范大学。我的留学生活，校园环境优美。看，留学生一起在树下读书。这是时光塔，时光塔位于校园正中央。这是图书馆，图书馆在时光塔西边。同学们在图书馆学习。这是操场，留学生在操场踢足球。这是穗新湖和落叶路。接下来，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，近距离感受一下校园的美景。Thank you.
我的留学生活，校园生活丰富多彩。留学生学习书法，时光塔下、图书馆前、穗新湖边，都有留学生学习书法的身影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留学生学习打太极拳。太极拳是中国的一项传统运动，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，在一招一式中都蕴含着修身养性的道理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留学生的学习。
了学习书法和太极拳，学校还经常会组织留学生参加一些文化体验活动。请同学们认真观看下面一段视频，你能在视频中找到留学生体验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？我们一起看看留学生体验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。戏曲体验，视频中留学生穿上戏曲服装，感受了一把京剧的魅力。观看皮影戏，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，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雕刻成的人物来表演故事。留学生观看的就是皮影戏的经典剧目《龟与鹤》。观看糖画制作过程，糖画是以糖为材料进行造型。留学生观看了糖画的制作过程。我的留学生活，和中国学生一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。冬至是24节气之一，冬至一到，新年就在眼前。冬至到，家家户户吃饺子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。在中国北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留学生当然也要感受一下在冬至这一天包饺子的乐趣。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相聚在食堂，共同感受包饺子的快乐。中国学生教留学生包饺子，一手握皮，一手放馅，两手一合，一个肚皮圆滚滚的饺子就出现了。热腾腾的饺子出锅了。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。
中国人会在端午节这一天吃粽子，我们的留学生也学会了包粽子。除了饺子和粽子，平时留学生也会被学校食堂的各种美食吸引。豆腐脑，中国人最喜爱的早餐之一。盖浇饭，把菜和饭放在一个盘子里，菜浇在饭上。大虾鱼粉，还有冰糖葫芦。河北师范大学的美食等你来品尝。我的留学生活，留学生更加热爱汉语。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朗诵，感受一下留学生对汉语的热爱吧。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，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，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，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，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，不是一切星星都仅仅是黑暗而不报告曙光，不是一切歌声都只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，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，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，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，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，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足上，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，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焰而不展现光荣，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，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，希望而且为它斗争，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。大家好，我是河北师范大学的留学生陈俊良，我今天要朗诵的作品是《将进酒》。《将进酒》，李白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臣夫子但求生，将进酒杯莫停，一君乐一曲，静静为我轻可听，钟鼓馔舆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远行，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，
成王细时延平了，斗酒十千自欢谑。主人何谓言少钱，尽叙故渠对君酌。五花马前进求，忽而将出欢美酒。与尔同笑万古愁。了解了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后，屏幕前的你是不是更想来到中国学习汉语？就像大家最开始看到的那段视频一样，欢迎大家来到中国，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学习汉语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